这正好是个机会，可以借灵图的手除掉绊脚石。加古大师是要。这么晚了，你叫我来有什么事吗？北公主，你能不能退出这次任务？退出？为什么？这次的对手强悍无比，我怕你会有危险。你这叫什么话？家谷堂主派我们四人执行任务，岂是你叫我退，我就能退的？说白了，我不希望你拖我的后腿。你，我懒得理你。好言相劝，你不听，那就得罪五怪。放手！你这点微末道行，叫我说，还不如退出御灵团。到了江湖之上，好歹也顶得过一般高手。北公主，你太狂妄了。我与灵图战斗，从未想过个人荣辱。争功，北公主，你把我想差了。今天的事，我就当没发生过。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哼，谁拖谁的后腿，还未可知呢。属下明白，可是左丘宁他，属下，欲成大事，岂能徇私？你若敢走漏风声，属下不敢。每周五。画江湖之领主吴马原版已经在画江湖 APP 中开启周更，18岁以下请自行回避。